再晚也得等，赶上北京大人的啊！好口水！他们在那儿呢！哎，跑到这儿来了！哎，你们竟然还没打完呢！等会儿，你这老娘刚给你跑什么跑啊你？这下出门就是卫生站，钱都结了，我不差卫生干的钱。不是钱的事儿，你耽误了治病，那才在事儿。嫂子现在的病，要再拖下去。 那就是重病，是啊，我准备啊带着孩子他妈去趟北京，找咱们村里头老金家那个叫闪闪的大夫，他能看这个病。嗨，你说的是北京华夏医院的金闪闪？啊，老侯，你糊涂啊！你知道他是谁吗？他金闪闪的老师，你是金闪闪的老师？啊，哎呦，那得多大的医生啊！你怎么会到这儿来呢，峰哥？ 以后到这儿来的医生啊，会越来越多，因为需要。当年金闪闪的阿妈就是因为耽搁了，也赖我，丢了性命。你可千万别把她给耽误了。哎呀，回去了啊，老大，慢点啊，咱回去吧。慢点，慢点，慢点，慢点。 没有意识，检查心电图。啊，都给您，都给您听见我说话吗？有颈椎脉搏动。没有意识，检查心肌酶谱。双瞳孔等大动源，对光反射弱。心率不齐。还三天了，挂不上号。哎，你说这是赶上命长的，要赶上命短的，号没挂上，人先挂。兄弟，说点吉利的。现在有钱没钱看病都难。我这都一个星期了。我看看现在怎么样了。准备出差仪。好。心肺复苏。我来。 您不能进去，这儿有规定。您是不是爹妈父母养的？我妈在里面躺着呢，你们正在抢救，不能让你进去。伤口体质恢复了，老奶奶别抓我呀，松手。金闪闪，你躲什么？ 做大夫躲不了的，注意观察。嗯，知道了。有你什么不讲理的吗？你应该配合我们工作的。你什么态度啊？嗯，主任，这里是医院，待会儿别吵。我妈情况怎么样？已经脱离生命危险，不过还要做进一步的检查。谢谢主任，不客气。 今天你们急诊科请我来会诊的这个患者周玉莲，本来是一例很常见的心脏病，大家可以看到，但是因为就诊不及时，耽误了病情，现在已经非常危险了。在基层医院耽误了十几天，后来找三甲医院又耽误了七八天，所以我现在的建议是，赶快做一个全面的检查，获得最充分的治疗依据。 除非特别需要的检查，我建议马上手术。马上手术？那检查结果都出不来，我不建议手术。这个病人的病情非常的危急，
随时可能面临死亡啊！可是你有没有想过，手术的救治率有多高？老五，你们内分泌那儿血糖降下来的把握有多大？既然有1%的希望，我们就应该做1%般的努力。万一他下不了手术台呢？这个责任你担得起吗？ 就是他，哎，闪开闪开，快看呀，网红！你们医院有，大明星啊！怎么了？出名就不认识咱们这些患难之家啦？就是的，给我签个名，签一个，签一个，签一个。怎么啦？受伤啦？我可以治。 早饭已经准备好了。主任来了，干什么呀？你们病历都写完了吗？没写完，等着 IP 吧。昨天碰上一个较劲的，看我这嗓子，说哑了都不好使。哎，二位再忙，也挪点时间给我呗。嗯，周雨来的情况非常危急，我们得抓紧时间，定个方案。啊，好。好。爸，您喜欢的维生素 E 乳给您开回来了，排了半天队呢。 医生说下礼拜来复查啊！哎呦，哎，真的太抱歉了。现在医院有这么年轻漂亮的护士，我们是医生，内科还是外科呀？是全科规培生，什么叫全科医生啊？全科生，行啊，大喇叭里问问，有几个知道什么是全科规培生？哎，全科医生怎么了？我们骄傲。 是吧？没错。这么贵。魏大夫，你写的病历我真的是不敢恭维啊。你给我盯紧了周玉磊啊，严重的心脏病随时有可能出现问题。你写的？嗯。不错，这个可以下医嘱了。主任。 我想跟小雅换换。换什么？我做周玉莲的住院大夫。你同意吗？我同意。换吧。你们要考核了。现在我们三甲医院，全科规培，也是我们主项了。好好干。谢谢主任。 但是，我还是要考心脏中心梁金贤主任的研究生，成为金字塔尖上的专科医生。亲爱的，你一定会成功的。周玉莲是我很好的临床实践的机会。我来。哎，对了，你听说一件事没有？嗯。我听说医管委员会来调查李勇的治疗过程了。 那不是潘主任的病人吗？对呀，该。你不知道李勇这姐姐就为这事专门来咱们医院做护工，跟卧底似的，可吓人了。就周玉莲手术那天，走廊里那个女的，你也看见了吧？哪不舒服呀？张嘴。浑身没劲，上不来气，怎么好喘？ 以后别吃凉的了，你这就拉肚子。哎，这个太不规范了。我给你开点止疼药。哎呀，这个不行，这个不行。人命关天呐，得符合规范化培训的标准。哪来了？大家忙。姜老师，怎么样，姜老师？要是觉着太累的话，可以把节奏放慢一点。
没事儿，没事儿。脸色苍白，呼吸急促，鼻翼扩张，初步诊断是肺炎。你行啊，岁数不大，看病倒挺快的。陈楚，陈楚。这个好啊，以后要实行分诊制了啊，这些全科医生在基层医院要独当一面。这就是我推荐的金闪闪。这孩子再慢点儿。这孩子挺有灵气的哈。这些全科规培生严格要求。砰砰！长得像吗？录着像吗？闪闪，闪闪，不，你给我做胸压来真的，我都喘不上气儿。人工呼吸咋不来真的？想得美，想得美。开玩笑嘛。考试大合影，一。杨老师，杨老师来了，快走啊！哎呦，小雅，哎，小雅，闪闪，你自己脸啊！这全科医生对哪个科都得了解啊，是吧？这是必须的。谢谢，谢谢，老师。这是围场的土豆吧？您怎么知道？您到过我老家吗？那是我的第二故乡啊，我在那儿支过教。哦，你是？我叫金闪闪，是全科规培生。哦，刚才考试那个动作特别快的是你吧？嗯，太快了。快也不对吗？每天来看病的患者那么多。太快了就容易失准，准确无误才能保住患者的生命线。嗯，哦，你看，我们老医生合唱团排练都开始了，我迟到了，再见。老师再见。还没挂上号吧？我都见你几天了。哎，这样，看你挺着急的，咱加个微信。不管你哪科，我都保准你半天之内挂上号，怎么样？不用，谢谢。哎、不管哪科，怎么样？这姑娘，早就说好了，今天是最佳受孕期，好不容易订的房，你看我算着日子掐着点来的都不行。急诊没办法，你住这儿。看病，潘老师，闪闪，啊，这是我太太薛医生，这是我们急诊科的规培生小金。老师好，我是金闪闪，你好。你怎么在这儿啊？哦，我老乡住在这儿，等着看病，我来看看他。啊，你不是有急诊吗？你快去吧。行，我去退房，交给你了。嗯，老师再见。嗯。服务员，不好意思，帮我把房间退了吧。你要退房是吧？你把房让给我，我给你加点钱，好吧？没房，不用来了半天，我们去柜台办手续就行。哎，好嘞，好嘞。哎，服务员，这房是我们的啊。哎，姑娘，姑娘，我给你留张名片，你还好意思找我，行不行？我真的不用。啊！哎呀，你慢点，给我看看。不用了。好赖我也是个医生。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排上病床呢。下个月就决赛了，我边等边练琴。朝鲁，那你自己可得小心点啊。放心吧。嗯，我去值班了。阿姐，你就别操心我了。你上次叫我都挺长时间了。
当年我阿爸因为喝酒耽误了抢救你阿妈，阿姐，那你是不是还一直都在记恨着我阿爸呀？原来是。可是我现在是个医生，虽然是个小医生。走了。病床旁的超声心动我看了，不是特别清楚，超声的准确性本身就是有局限的，抓紧时间做个胸部 CT。 我觉得周玉莲这个病情十分的特殊，您的论文如何提高心脏病的救治几率就缺一个这样的病例。他这个就是耽误了，你要知道咱们心脏病的救治要分几个阶段，越早治疗疗效越好，让他们加快速度提前给他做检查。还有他现在经不起折腾，如果能在病房做检查的就别把他弄出去。行，没问题。师傅，我特别想让闪闪来配合我。哎，我发现你最近好像张口闪闪闭口闪闪，你是不是对人家动小心思了？没有，我们俩现在是特别纯洁的小伙伴，他还特别想考进研究生呢。是吗？赶快忙正事去吧。啊。我今天特别机智的跟我师傅提了你这事儿。你猜我师傅什么反应？病人的命永远是最重要的，这些检查除了折腾病人之外什么用都没有。是你的主意吧，应勇？是我师傅让做的。哎，主任，您要是这样的话，那我们都不知道听谁的了。这几项不用做了。可是梁老师说检查。我再给你强调一遍，病人的命最最重要。是吗？潘峰这么说，那你怎么看呢？不做手术的话必死无疑，做的话不确定因素太多，我会等全部检查结果。你怎么又来了？梁主任，杨大夫，你不忙了？师傅，我就在门口。谢谢。昨天就让你给我拿走，怎么又给我送回来了？我妈手术，您不是？我要去开会了，赶快给我踢走啊！梁主任，这是10000块钱，没密码，您拿着。你给我装起来，听见没有？您拿了我。我真给你翻脸了啊！你要这样，我真不给你母亲治病了。不是，要不然我不踏实。梁主任，你听我跟你说，你装起来，心里踏踏实实的啊！你别，我能踏实吗？梁主任，梁。周玉莲的房查完了。下一站52号。哎，听没听说过？只要咱们三个一联手，肯定是遇上疑难重症。潘主任，哎，梁主任，那个辛苦啊，各位辛苦啊。别瞎说，急诊科请咱们专科来会诊，那是很正常的事儿，集思广益吧。从这个初步的检查结果看，患者周玉莲的病情不稳定，我认为还需要做更进一步的检查。排除胸部大面积栓塞的可能性，我建议再做一个胸部。我打断一下，现在显而易见，周玉莲的病情非常的危急，真的不能再拖了。我这是在拖吗？潘主任，我希望你注意用词。对不起，我用词不当，但周玉莲必须马上手术。你在命令我。梁主任，请您站在一个病人的角度好好的想一想，如果现在及时手术，或许对他来说还有一丝的希望。可是再这么拖，我又用词不当了。可是如果再这么……我明白你的意思，但是成功率到底有多高，我们这个问题不是没有探讨过。1%的希望，你这个太感性了吧？那我是不是说还有99%的失败率呢？我现在要做更进一步的检查，就是为了排除患者的各种手术风险。如果治疗的方向上出现问题，很可能结果是截然相反的。哪怕只有1%的希望，对于一个病人来说，就是生与死的区别。我理解，我支持，但是如果没有检查结果，我没有办法贸然上手术台，这是我的原则。
我马上还有一个手术，我先走了，你们继续。你等会儿，你是哪队的？叫我一个吧，咱俩三正好啊！来来来，送我一个，加油加油！加油加油！来来来来了，加油！走走走，里面走里面，冷静！从外面给我给我！哎，好停！这边去！哎嘿嘿嘿，一队的一队的，老范，咱俩一队的，来传传，好，注意防身的，对，哎，有有。两个坐呗。不要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谢谢。您坐，您坐。潘主任，医调委已经通知我了，我弟弟李勇的事儿。调查报告很快就出来了。主任，周玉莲下一步的治疗方案你们商量好了吗？梁主任可是国内一流心脏专家。前面等我一下。主任，你得让我明白。这个病人现在最要紧的就是立即手术，而不是做什么没有什么急用的常规检查。可是梁老师说检查都要做的。这里是医院，不是实验室。梁大姐，那天我说话不中听，给你赔不是了。都是为了工作，我们之间又没有任何的这个个人的这个芥蒂。花真好看，梁大姐，周玉莲不能再耽搁了，要不然真的就没救了。潘峰，你真的是个好大夫，但是咱们作为医生，每天都在经历生死。我劝你，周玉莲的这个病例，别再太感情用事了。这不是感情用事啊。梁主任，这是我基于对于这个病情的判断，以及对于这个患者的负责的态度，我做出的选择。没有任何一个手术是万无一失的，万一要是手术失败了呢？倒查起来，有一项检查结果没有做出来，你可能都要承担风险，甚至是法律责任。你叫我大姐，那我就真心跟你说一句，你别忘了。关于这个病例，你是第一责任人。李勇的事儿还在调查呢，周玉莲的病又十分危重，而且非常复杂，做手术容易啊，能不能下手术台？仅凭经验是不够的，科学依据必须充分。您说的我都想过，但是时机，我一直在强调的是时机。如果错过这个时机，我们真的就错过最珍贵的一丝生机了。我们可是在跟时间赛跑啊！老太太，你，医生，老太太要说话，把面罩取下来，来，快。您有话慢慢说啊，大夫。哎，我求求你，让我多活几天。我有个儿子，老在外面给我闯祸，我不放心。老太太，你别着急，不急啊，让我多活几天吧啊。
什么？您同意手术了？好，我知道了。金日展同学，你赢了，不用等检查结果了，马上准备手术。就开始，心里有点快啊！谢谢。吴主任，撞上半疯了，老太太运气好。哥，我上面有人，医疗事故打官司，你找我，这我是名片，绝对让你大赚一笔。去！哎，鸭嘴。我们也不想看到这样的结果。我根本不是好欺负，你们得给我个说法。每个医生的心中都有着一块墓地，就是周玉莲大妈的失败，让与我一起参加抢救她的医生心中又多了一块墓碑。可在面对疾病这个恶魔时，我们当医生的别无选择。医生和患者应该是并肩战斗的战友，让周大妈这样的遗憾尽量避免吧。交给我吧。嗯。你要绝食啊？没事儿，放心吧。要是能够再早一点做手术就好了。哪有如果呀？有时候想想，
也挺没本事的。除了让我看看病之外，其他的都是低能。医生不是神仙，只要我们尽了全力，也就心安了。不知道，不知道。潘老师，他们让你来的吧？都在替你担心呢。担心什么呀？你看，怎么吃？吃着呢。说，组织上把我培养成一个主治医生，我也知道不容易。可是你现在，你看看我们这一行的，别说起码的尊严了，你连生命安全都保证不了。你说上次我去卫生间的路上，我看一男的拿一把刀，吓得我转身就跑，厕所都没上，后来才知道是给他媳妇削水果呢，洗刀子呢。你说说，我们做医生的是不是救死扶伤的？可是现在变成惊弓之鸟了。我真的我都想好了，我就是不想干了。一切都会好起来的，真的。你看，咱们再把工作做得仔细一点，再细致一点。潘主任不仔细啊，他对病人不好啊，不照样还有人不理解他吗？那位叫周玉莲的患者，到底是因为拖延治疗而死，还是因为治疗不当而亡？出了这种事情，我们既痛心也很无奈。但不管怎么说，我们不回避责任。按说有些常见病、多发病，患者在发病之初就应该在基层的医院得到很好的救治。可是现在有一种很奇怪的现象，就是不管大病小病，值得不值得，患者都会一股脑的往大城市的医院挤。大家知道，一个医生每天正常的接诊量应该是多少？10个，可是我们现在每个医生平均每天的接诊量是多少呢？超过了100。其实国家也正在加大力度解决这样的问题。习总书记就提出来，没有全民健康，就不会有全面小康。北京华夏医院也在努力做好自己的基础工作。我们在加大力度培训全科医生，同时我们把工作重心下移。尤其是同老少边区的一些医疗机构去共建医疗联合，提高基层医院的诊疗水平，像周玉莲这样的患者就能在基层的医院得到很好的救治。闪闪，你看，这不是恩将仇报吗？我们已经尽全力了，太欺负人了。既然人们把医生叫做白衣天使，那这个白大褂就是我们医生的形象了。周玉莲大妈的事，我会妥善处理的，别担心。现在有钱没钱看病都难，我这都一个星期了。是不是您看？别看了，现在医院里已经成立了周玉莲治疗过程的调查小组，你去准备一下材料啊。师傅，您放心，咱们一定立于不败之地。这有什么好准备的？老潘，哎，主任，主任，院里调查周玉莲治疗的事儿，您知道吗？要不要做些准备？没什么好准备的，工作都忙不过来。现在我宣布，患者周玉莲的治疗过程调查结果的通报。急诊患者周玉莲死亡后，我院立即成立了调查组，根据患者病例会诊、
及医患沟通、录像和录音等相关资料。安全第一。调查组认为，在患者周玉莲的诊疗过程中，不存在任何医疗过失，特别是在手术前的评估，心脏中心梁静贤主任医师充分考虑了患者的病情。请问这是？我跟你说啊，我知道有一家店特别好吃。是。你看那谁，好像是刚子吧？他是不是喝多了？他来干嘛？走走，找静静去。唐康，唐康，韩风，你躲我是吧？你躲了初一，你可躲不了十五。潘主任楼上查房去了，赶紧准备一下。不管他干什么去。我在这等他。哎，刚子，这是老年仿真训练。这干嘛呀？这个让你体会老年人的不容易。他们练了，嘿，这瞧不见呢，这个。刚子啊，到我这儿来，往前走。这穿上这玩意儿，怎么这么难受？让他自己来，你都出汗了，啊，擦一擦，给我。哎，你倒给我捡起来啊！这个你得自己捡。刚子，我知道，你虽然在医院的结论书上签了字，但你心里还是过不去这个坎儿。你现在知道老人有多不容易了吧？嗯，我真没想到，怎么这人一老了，就什么也不灵了呢？刚子，我给你妈妈做过护工，如果平常你对你妈妈多上点心，妈妈也许就不会到这份上了。你妈妈病重住院期间，我就没有看到过你踏踏实实的陪伴她半天，伺候她半天呢。作为儿子，你有责任，不能家人出了事儿，那咱们就全赖医院呀。爸爸，潘主任，哎，您好，哪儿不舒服呀？我没不舒服，孙子。哎呦，奶奶，您怎么来了？哎呀，想你呀，小凤。奶奶，啊，您这是，您没哪儿不舒服吧？没有，没有不舒服。哦，啊，我就是有病啊，也不能到你这儿来看。多少病人等着你看呢？奶奶心疼你啊！没事儿，我就是干着这个工作嘛。听奶奶说，你们俩岁数也不小了，该要一个了。奶奶闷得慌了。我知道了，我给你带来好吃的了，好吃的了，来来来来，
我知道，你们这儿不许吃，就吃一个啊。没事没事，我喂你那样啊。啊，嗯，香了。哎，等着回去啊，奶奶在家里给你做更好吃的，赶紧收起来，收起来，我走了。好好也注意休息啊，回去慢点啊。哎哎，走吧走吧。哎，回去吧回去吧。下一位。这个人逢喜事精神爽啊！今天啊，有这么多的前辈都坐在这里，啊，还有我们这些个同辈人啊，大家共同来庆祝我们北京华夏医院110周年的华诞。我们必须要以提高人民的健康水平为己任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是我们永远不变的灵魂。今天的阵势啊，够齐了啊！好，马大姐，来，老范，请请，快快，来这里拍照，快快快，多了呀！好，我们一起往前看。好，好。你经常吃，这里好干净，可好吃了。谢谢。急嘛，估计这院长助理是梁继贤吧？哎呀，我真是敬佩你的敬业精神。可是，在这次周玉莲的事上啊，梁静娴干得漂亮啊！这是替潘峰挡了一刀，那人家也撇清了自己啊。作为大姐，有句话我真的要跟你说：格局要大，不要总是只看那一件事、一个人。医生这个事业就意味着一半是海水，一半是火焰。梁主任，哎，好，嗯。张主任，梁主任，怎么了？我们口腔科啊，新收了一位病人，最开始是鼻炎的问题，后来一次起来。潘主任。你也出来透透气啊？嗯。嗯。老师，对不起。嗯，如果再遇到周玉莲这样的病例，您会怎么做？还是一样。只要有1%的希望，我们就要做100%的努力。这不是简单的数字比较。它包含着病人的信任和医生的责任。很多时候，我们医生，尤其是我们急诊，是在亡羊补牢。神医扁鹊曾说，他哥哥们的医术高于他，原因是他们在治未病，就是预防未来的疾病。这才是行医诊疗的最佳境界。医术固然很重要，但比医术更重要的是人心。人心就是对待每一个病人，我们都要平等关爱，这才是唯一之本。嗯，珊珊，你是一个悟性很高的孩子，所以他们叫我青春的外表，老灵魂。老灵魂，老灵魂。姐，我的胳膊疼得受不了了。乔鲁，我马上过来。这像是糖尿病引起的。不会吧？
你多大了？我24。我就是前一阵子划破了一点皮，我以为很快就会好的。大夫，住院，马上住院。可是我的比赛怎么办呀？先别管比赛了。就你这样你还想比赛啊？保命吗？怎么没有人告诉过我这是糖尿病呢？主任，我们老家的大夫根本就没见过这种病例。哎，傻张，哎，怎么了这是？要是朝鲁在家乡医院早预防早治疗，也不会发展到今天这样的地步。他连什么是糖尿病都不知道，我要是外科专家该多好啊。珊珊，今天你想做一个外科专家，明天你想做一个内科专家，即使你做了一个全科专家，你也不可能包治百病啊。重点是啊，你要告诉大家，没病早预防，有病早治疗。我知道了，这是基层医院的任务，也是全科医生的任务。这就是我们应该做的。好的，我们一定抓紧落实。我们就是要全心全意的为患者服务。老院长说的对，发扬传统。我们一定会记住您的话，放心吧。哎，那是。哎，您看。老主任啊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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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张于珠啊，张于珠，这是江于珠大夫。老主任啊，我病了，找您看病来了。过去的事儿啊，是越来越清晰，也都记得。嗯，可就是眼前的事啊，哎，眨眼就忘了。哎。不就是唱歌忘了词儿吗？老师，好些吗？哎呦，老院长，您也在这儿？哎，老伴儿，我来了。哟，哎呦，您怎么来了？哎呀，韩老师跑得这么快呀！是，接到夫人令，快马不停蹄啊。小王啊，听说咱们这个医院啊，床位特别紧张，你说我在这儿住着，我这心不安呐。嗨，咱们医院的床位再紧张，也不少你这一张。老院长说的对，您都为患者服务一辈子了，也该关心关心自己的健康了。阿姐，我怎么住上院，胳膊好像没那么疼了呢？你好好配合治疗，这么多人都关心你呢。跟医院打官司，找我，我能帮上忙。医生这事儿啊，医院已经非常的努力了，我们打什么官司啊？真是。哥，那个。打官司医院得赔钱呐，谁跟钱过不去？哎，我说兄弟啊，咱们做人厚道点行吗？哎，咱们将心比心，人大夫也是人啊。就是，你这啥意思啊？我们又不是医闹。你们看看我师傅，人家那叫一个牛，那术前准备做的叫一个充分，该检查检查，该化验化验啊，把那个叫什么刚子的，驳的是哑口无言，一点反驳的机会都没有。作为师哥。我再给你们未来人生道路上再上一课，你也是功不可没呀。该干嘛干嘛去吧啊，师哥，哪天再讲讲。听你这意思，是包啊还是扁啊？这么明显还听不出来呀？哎，我告诉你好消息。嗯。梁老师答应你做他的学生了。梁老师正式同意你作为他的研究生。他说啊，我特别喜欢这个小女孩，她身上啊带着一股劲儿，像初生牛犊不怕虎。谢谢梁老师。可是，我打算放弃了。为什么？前几天，我遇到一个从贵州来的小女孩，只有5、6岁左右。他有先天性心脏病。姐姐，小妹妹哪里不舒服呀？姐姐，我好难受，我会死吗？不会的，让医生看看就好了。相不相信姐姐？
我信姐姐。来笑一个。还没挂上号吗？我看你们都来几天了。我有个同学在区医院，不然我介绍你们先到他那里做个全面的检查，及时的治疗才不会延误病情。真的吗？太谢谢你了。那我们什么时候可以过去？你们别着急，我帮您联系。没事，谢谢。老婆，这是，您是专家吗？我是全科龟培生。龟培生，你坐下。我们千里迢迢的来看病，其实就是想找专家，就不麻烦你了。谢谢啊。爸爸。嗯。什么是全科医生？全科医生啊，就是什么都会。也什么都不会，说白了吧，也许就是那些小医院的托儿呢。本来是很简单的动脉导管胃病，可就是因为耽误的太久，导致肺动脉高压，失去了手术的机会。今天我看到他的父母，我们是最好的医院，有最好的医生，可是也没能留住他的生命。但是这跟你读不读研究生没关系啊，那可是梁老师。当，哎，你喜欢的口味超大款，天天给你买。你找的是冯小雅。你怎么来了？小雅，我给你买披萨了。出去。哎，你看你们这个出去。别生气别生气，哎，记得吃披萨啊。你们俩吃啊。连个人都认不明白，你这口味也该换换了。小鲁，这些都是专家，放心，我们一定会尽全力的。糖尿病感染合并衰竭，还有心肌炎，这个情况非常严重。你赶紧让梁主任上来一次，我们做一个会诊。好，这就去。情况不乐观啊。曹鲁的情况不太好，糖尿病合并心肌炎，肘部坏疽深度4级，治好的可能性非常的小，而且已经感染到了左小臂，没办法，要想保命的话，必须截掉左上肢。同意，必须要除掉这个病灶，如果再发展下去的话，心脏继续受损，肯定会危及生命。我是希望能够在控制他病情的情况下面，尽可能的保住他的左胳膊。尽快截肢吧。不可以，他不能截肢。他是我们坝上最好的小提琴手，他不能没有手。我给你们看他的视频。求求你了，他真的不能没有手。珊珊，珊珊，你现在需要冷静。
是个大夫，这个时候不能太感情用事。吴主任，真的就没有其他的办法了吗？阿姐，我的胳膊真的保不住了吗？别急，主任们都在想办法呢。真的？我来吧。小伙子，哪儿的人呢？我家在塞罕坝。围场的塞罕坝可是个好地方啊。你还去过围场？老师在咱们老家当过医生。听说你这小提琴拉得非常好啊。等你病好了，演奏给我听听啊。好。老师，我知道那天您为什么只给我及格了，是因为我动作太快了，忽略了他们和我们一样，都是有血有肉、有情感的人，是能沟通的人。医生行医啊，面对的不是萝卜白菜，不是你操作的动作越快越好，而是要用心、细心、关心。老师再见。再见。阿姐，我大概在这儿还要住几天啊？这次来北京，家里的钱全都带来了。这是有阿姐，你放心。咖啡会有的，牛奶也会有的，披萨也会有的。披萨是我的，为朝鲁治病募捐的事儿让你愁成这样，得为了你啊，我减肥了，把饭钱也省了啊，再添200。可还远远不够啊。哎，你说我这长得也不差吧？不要，等我掉到金龟婿啊，到时候还用为钱发愁吗？你到底喜欢哪款披萨？这个除了披萨呀，还有派。至于那些什么包子、饺子、面条，哎，那些就算了，看你喜欢什么吧。主任，快在这磨嘴皮子呢。嗯。给朝鲁捐款的事儿不顺利吧？主任，你怎么知道？看你朋友圈了。这个事儿啊，又不是你一个人的事儿。我来吧。行。刚发的工资啊，这么多哇！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就在这儿，就在这儿，来来来，来看书呢。就在这儿，大哥。就在这儿，好了吗？一起吧，快点，快点。列那普利剂量。避免因药物的相互作用影响患者的血压控制，都在帮朝鲁募捐。这么多啊！哎，你拿多少？珊珊，谢谢你们。
我的方案就是要保住朝鲁的左上肢，具体的治疗方案就是全身治疗和局部治疗相结合，我们要在他的静脉使用抗生素，应用胰岛素，把血糖控制良好，改善血液供应，同时对他的局部溃烂进行妥善的处置，局部切开引流，建议使用负压吸引装置，还要使用特殊的敷料，这样便于伤口的早期愈合。我想明白了，对于朝鲁这个小伙子，健全的生命才更重要。我会对一切风险承担责任。风险太大，你知道，承诺是医学不能承受之轻。朝鲁相似的病例都在这儿了，由糖尿病引起的坏疽在这个部位发生很少见，但是他的这种病治愈成功也不是没有先例的。咱们可以试一试。面对你，我真是没法反对你。吃饭，食堂见。在朝鲁的这个手术方案上，我现在是全力的支持你了。不过咱们话要说清楚啊，到了现在这个地步，要想保住朝鲁的左上肢，基本上就是一个奇迹了。而且对于患者和医生来说，要冒很大的风险。那咱们搏一下。有一年啊，我接诊了一个危重的患者。不做手术，必死无疑。可做手术呢，这极有可能发生我们医生最不愿意碰到的局面。是啊，不做手术，风险在病人；那要做了手术，风险可就在我们医生了。我记得那时候天明啊，就像赌红了眼的赌徒，要和死神搏斗，要一次一次把患者从死神手边拿出来，但是病情还是在恶化。有一天，凌晨。两点，患者的血氧饱和度突然下降到了85%以下。如果再降下去，患者的脏器将无法维持最低限度的氧供应，呼吸机已经被我使到极限了。无论如何调整，都不可能再有什么改善了。当时我们在监护室，都快绝望了，甚至已经拿出了死亡证明书，就像宣判我们自己一样，打算填上去了。可是这个时候，一个护士喊起来了：“患者的血氧回升了。”我当时我跑过去，我就盯着那个监护仪啊，我就看着上面的数字，缓慢，但却又是趋势明显的在上升，87，90，92。我他妈赌赢了！但从那之后呢，我再也不敢赌了。那种感觉，我这辈子我都不想再感受一次。大医生不好当啊！哎，行了行了，咱们四个老同学，干一杯！来。哎，老板，我知道你说的那种感受，那一次我接了一个危重病人，整整的35天我们进行抢救，我们离成功几乎很近很近了，
很近很近。直到今天，我还记得那每一次的病情变化，每一次的检查结果，以及我每一次的处理措施。可是那个人还是走了。那个晚上，我坐在病房里，看着那一张空空荡荡的病床，我突然感到非常的亲切，仿佛那是和我生死与共的战友。不去想了。我不去想，身后会不会袭来寒风冷雨？既然目标是地平线，那留给这个世界的只能是背影。我不去想未来是平坦还是泥泞。只要热爱生命，只要热爱生命，一切都在意料之中。病人把生命托付给了医生，我们便只能风雨兼程。医生的所有付出，在恢复健康的病人面前都不算什么，而最让我们医生纠结的是病人的种种被耽误。我多么希望幸运的朝鲁们能越多越好。闪闪，你的那个小老乡治疗效果不错，应该快出院了。基层单位的医疗水平啊，和大城市确实差距不小啊。他的那个小老乡要是早点发现，早点治疗，就不会这么严重了。老师，您爱吃的土豆馒头。啊，我吃一个。洗手。我闻闻吧。是。你们在塞罕坝待过吗？什么待过呀？我和你这个玉珠老师啊，是在那儿认识的。哎，你们年轻人的现在时髦的话说，他姜老师就是他的女神。这是我年轻的时候啊，我也是姜老师的粉丝啊。为什么？你们看看这照片，来来看看照片。哎呀，这是我刚到塞罕坝那年拍的照片。我们这些人呐，年轻的时候都是在基层锻炼出来的，就像你们现在的全科医生，那什么病呢都得能初步的诊治。那段时间的磨练，让我们受用到现在呀。哎，我们的青春呐，全都献给了祖国的医疗事业。对，啊，40多年了，把时间都留给了患者。
家里全靠像韩老师这样的好后勤。本想啊，退休了，弥补一下。哎呀，可谁知，反倒成了累赘。哎、老伴，我说过的，我是要照顾你一辈子的哟。那，咱们把下辈子也签了。好。你们知道吗？作为一个医生，最大的幸福是什么？没有医呢。当主任。患者康复。你以后会不会让你们的孩子也当医生啊？那是最好了。你看啊，我们两个啊都是医生，如果我们的孩子又是个医生，那叫做小潘芳。对对对对，子承父业啊，多好啊！当然，如果他愿意拉小提琴的话，我也是非常非常感到自豪的。来教，让曹鲁教。对对对对，他来教，他来教。曹鲁，你回老家以后，我们得保持联系。哎，各位，你们毕业之后都打算去哪儿啊？我想回围场，我们那的医疗条件太需要提高了。曹鲁，我爸爸提前出来了。真的，来来来来，喝一个。哎，你们说什么呢？怎么了？是不是觉得不舒服呀？早日康复。孩子没了。能不能再给我们再来一段？来，再来一个，再来一个，我来录。啊？哎，好好录。什么？焦点不要缺。已经四天了。我做了一天的手术，太累了，没保住。休息。明天安排了手术，那个病人已经等了一个多星期了。我还是再坚持坚持吧。怎么还不去休息啊？我想在医院多待会儿。弟弟，今天过生日，他是在这个病床内的。陪你说说话。你弟弟去世的那天，我们刚来报道。我能理解您的心情。我妈妈那个时候，我也是不能接受。你妈妈？她是两年前去世的，是心脏病。我们那里方圆几十里只有一个医生。妈妈送到医疗站的时候，医生出诊了，好不容易等回来，还喝醉了，我妈妈就给耽误了，还没来得及上手术台，人就不行了。
后来在外打工的阿爸知道后，打伤了那个医生，判了四年。你妈妈就是给耽误了。有时候我在想啊，如果我要是个医生该有多好，这样弟弟他就不会走得那么急，走得那么快。就算医生能救得了千人万人，总还是有治不了的病啊。我原来以为只要能成为像梁主任那样优秀的心脏病专家，就可以让很多人不再失去亲人。可是现在我明白了，防重于治，否则有再多的好医生也救不了那么多的人。谢谢你陪我说了这么多的话。患者李勇因为身体不适到了社区医院去就诊，输液五天以后病情加重，转移到北京华夏医院治疗。但是就在他入住北京华夏医院的第二天突然去世了。我们接到患者家属的申请以后，成立了调查小组，经过科学缜密的调查取证，最后得出了结论。下面我宣布调查结果。主管医生潘峰在抢救李勇的领导，等一下，我是李勇的姐姐，我叫李淑梅。这两个月在医院做护工，我不是想闹事儿，我就想知道这儿的医生到底啥样。在医院这段时间改变了我最初的想法，因为我看到的都是好人好医生，他们面对每一个患者都竭尽全力了。大姑，你还是先别说了，咱还是先等结果吧。不，孩子，你让大姑啊把话说完。我不想听调查结果了，我不想连累哪个医生，连累哪个医院。李勇的病就是给耽误了，只是到现在我都不愿意去相信。虽然我没有过失，但是没能抢救回李勇的生命，我心里面一直会感到非常的遗憾。这几年在我面前没有抢救过来的病人不少，我们急诊科常常听到的一句话就是病人被耽误了。很多明明应该是在基层医疗可以完成的任务，都是因为能力不足、资源不够，而导致了患者失去了和死神赛跑的机会，输在了起跑线上。我觉得我有责任，也有义务，站在医改的第一线。所以我现在决定辞去现职，到基层去。我想带着我这么多年行医的经验得失到基层去，和基层医疗的同仁们一起分享探讨，一起进步，让我们一起来改变医疗观念，和群众们一起把好健康的第一关。我自己还有一点小小的私心，如果我到基层去，或许可以缓解像我们这种双医生家庭见面难的窘境，给我的家庭
多一点的时间，多一点的空间。认真吃药，听我的话啊！啊，注意安全。啊，哎哎，但是药啊还得坚持吃。哎啊，我这么一进城，病也看好了啊。谢谢你救了我，我才知道朝鲁的命也是你救的。潘大夫，我负责那几户都检查完了，应该没有什么大的问题。真的都检查完了？没问题，我查得很仔细。咱们坚持啊！我再到别的几户看看去啊。好，谢谢。哎，他是不是又没吃药啊？来，你先等一下。来来来，您这是高血压，不能吃这么咸。后他爸啊！为了这个全民健康普查，你都累病了，我给你开的药你得吃啊。哎呀，我这个人呐，一高兴什么病都没了。为啥这么高兴啊？能不高兴吗？你看看，现在乡亲们看病多方便啊，卫生所的医生登门看病防病。就像你说的那样，什么重心，重心下移，强化基层，重心下移，强化基层，说得好啊。说实话，你挺让我感动的。这么大的医生，大城市里不待，到我们这儿来。哎呀，我得好好向你学习，做个好医生。这酒啊，我都敬。赵老板，您不必向我学习，您已经是个好医生了。哎，这酒啊，您不用戒。喝一点，别喝多就行。什么？酒能喝是吧？那当然。那我先走了。哎，好好，辛苦了。Hello， 潘站长。现在啊，应该叫潘站长。潘站长。哎，闪闪，你们好，你们好。潘站长，我马上就到你那实习了。哎，我也是。我也是。我也是。啊，就在那边等着我们吧，我们都想您了。好，我们都想您。嗯，潘站长，告诉你一个好消息。哦，是呀，我谈恋爱了。不是那个送披萨的了，换了。哇，潘老师，这就是三韩办啊，好。
Oh.